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我还能上山采山野菜，我还能下河抓鱼和蛤蟆。这个就是今天晚上的伙食饭啊，我们小朋友今天我给他炖上，大家都愿意吃我炖的藜麻，所以今天我就下厨了。小厨行不行？不是，我有点听不下去了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见到别人夸你的，但是你不能自己夸自己的，俩夸。那你们也夸我，那我不能夸呼吗？我还得干活，还得做饭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说我行不行吧？那咋的？我没干活呗。你干活的呀？那咱俩不得你是那个，我是大厨，你不改刀的吗？这不得换得来吗？是不是？哥，我今天让你大尝一下我的手艺。好嘞，我跟你说，我炖蛤蟆那一绝啊，都可愿意吃我炖的了。那我还没吃过呢，你一定头一次吃。我那一会儿吃完给我个好评啊。那必须好评，要不我白忙活了这一天天的。那我不得先要个好评吗？关键今天我是大厨，必须得五星好评，必须的。有没有食欲？色香味俱全呐。下一下都热了，哎呀，好爽。太豪放了，哎呀，这一锅好几百元呢，感觉闻到香味了，是酱香的味道，还是感觉我自己做菜比较有食欲呀、啊？我负责炖蛤蟆，你负责烤蛤蟆。今天这不蛤蟆宴吗？就跟蛤蟆干上了。关键咱家就有这个，比较豪横啊。不够咱吃完，明天上河再抓，那不有吗？是不是？嗯、看小叔的手艺，也嘎嘎地。出锅喽！哎呀，尝尝我的手艺就完事儿了。真下样，味道好不好？闻着挺好，我没吃呢。闻着是不是挺好？真的。哎，你看这个油都出来了，看，这个。哦，这炖到时候了，这是。对。上菜。上菜了，这一大盘。真实惠。来，哥，你看好不好？好，香不香？太漂亮了！哇，这大盘呢，我告诉你，瞅着像样哈，真像样了。多吃点啊，往兄弟来。馋好长时间了。尝尝我的手艺，我一般人我可不做，我跟你说。说哈，老弟，哈喇子，收着点。坤姐过来，来尝尝，来。就这个感觉，做的好不好？是那样。颜色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对。就终于不是那全是酱的那蛤蟆了啊！你吃过是全是酱的是吧？那是明哥做的啊，拿酱。哎，像不像样吧？这是不是挺好？不夸我两句吗？夸，给力不？夸，使劲夸，多吃点啊！使劲搂这一大盘子，我告诉你，四斤多母的，完公的还挺多呢。这点玩意儿好几百块呢，好几百块。真的呀？真的，这真的。嫂子，他这个油对于你们女人特别好。来，走进来，别尝一口，哎呀呀呀，给吓跑了，吓跑了，你这。你是我老弟，你不用害怕啊。没事没事，关键老弟的啊。我自个来吧。慢点啊，尝尝油。蘸汤水好吃。咋样？大酱吗？非常好，棒棒的是吧？是不是有吃？这个菜是我做的，我还得夸一遍呢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天河里接的小泥鳅鱼，也叫冷水鱼嘛，拌了个凉菜，整个蘸酱菜。这个是烤蛤蟆啊，就是烧烤那种烤，也嘎嘎好吃。什么是烤蛤蟆？这么好吃吗？这玩意儿？你尝尝，你指定没吃过，来。这真的。这能行吗？行，你来，你尝尝。去那边做。你尝尝。哎，这个老好吃了，那个老多人都没吃过了。完了，这个是韭菜鸡蛋。这个是啥？这是，哎，我知道。这个就是今天你说那个白鱼。不对，泥鳅。柳根吗？柳根，泥鳅。这是泥鳅还是柳根？泥鳅、柳根都有。泥鳅根啊，泥鳅根。还有最后一道菜，山野菜，刺老牙煎鸡蛋。卡一勺子啊？卡鸡蛋啊？卡鸡蛋，那不都一个道理吗？小叔啊，人家不一样。哎，这时候吃点刺老牙挺好吗？咱们这边还没下来呢。这是亮哥你拿的啊？啊，我家种的。干点好事。啥玩意儿？你家种的？啊，就是我那个杆儿。哦，你放水里，它自己长的，它自己能长出来，哦，没冬天了，哎，那挺好啊。哎，做完了，今天主要就是想那个坤坤还有志祥兄弟他们回来了吗？完了还有个静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静静也没吃过，再说你管他就要走了，我寻思赶紧，正好今天起往大家吃一顿，完了你们就放开的搂吧，这个菜是我的，其他的，哎，就算是我做的吧。
也好吃啊，也好吃，一定多吃点啊。啊，你看着就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让我学姐破费了啊。没事，给我点点赞来，点赞。